我是公关列车的那112辆，3月12号，板桥站呢、啊，9点57分，收牌的是207次的普悠马自强号，从发车将北回线看速的普悠马自强，听到203，听完一次吧，这个变组了，因为好像都一直没有变，没什么变呐，都。来，我的207次在板桥站。哎，改了啊！从205要跳你了，终于改了。这编组终于改了。从205要跳你了，普悠马自强207次，受风发车将北向啊，树林的普悠马自强。在板桥站，板桥站行啊。9点58分，2023年3月12号，开启站门。叮咚。No. 欢迎机车准备关门。哎，等一下再等，再等两分钟。我的207次终于换编组了，是不？发车将北了。下一站终点站树林，关闭站门。207号上方发车将北回向啊，树林的，不用慢这样啊。205加跳106，在板桥站关闭站门，然后准备起。拜拜，再见哦。好，谢哥，再见，拜拜。我的普悠马自强终于在板桥站使用，两个字再见，板桥4点01分，3月12号拍摄完毕，再见。